尘的悲欢惆怅，和你贴心的流浪，自讨别业的青山和荒凉，有你的梦伴着花香。救了我，耶律少侠豪俊的武功。耶律齐见过郭夫人，多谢夸奖。看你的武功是全真一派，但不知道是全真七子中哪一位门下。长辈垂询，原该如实禀告，只是我师父早有吩咐，不可说出他老人家的名讳，请郭夫人见谅。娘，既然耶律大哥不便说，那就算了，有什么好笑的？莫非郭夫人已经猜到了？好了，不说也罢，咱们该走了。走。喂！师娘，请让我们杀了李莫愁，替娘报仇。我有话问你，若儿，怎么了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爹他们呢？我爹他们被困绝情谷，我和哥哥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正准备去找您和师父呢。若儿、文儿，旧日的恩怨暂且放在一边，现在李道长在帮我找香儿，你们兄弟俩不可找李道长的麻烦，等大事一了，再拼个你死我活还来得及。是。郭夫人，晚辈要赶往重阳宫报讯，想先行一步。你要去重阳宫？是，我得到准信，蒙古人的大兵就要为难全真教，我要去通报。那太好了，我们正要去终南山，咱们同路。襄阳军情紧急，你们师父无法脱身，不如咱们一块儿去终南山找过儿，等找到杨过以后，咱们再去绝情谷救你爹他们。如果能找到解药的话，好让过儿及时服下。我大哥，你也去终南山吗？你不舒服吗？
完颜姑娘，我们一起去终南山吧。那我们走吧。这次来为难我教，肯定是因为上次受令不成而起。他们一定会再来重阳宫捣乱，所以我们准备撤离终南山。这就好。郭夫人本想上山拜访，因知蒙古大军即将攻打终南山，怕来了反而给道长添乱，是以让我兄妹来此报信，请各位道长见谅。郭夫人的美意，我等心领了。大家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不用说了。不知晚辈可有效劳的地方？那倒不必。耶律公子，你刚才说你也是全真弟子，那你的师父是哪一位啊？这个恐怕不太好说。排好队，不许乱飞，快呀！这就对了。师父，弟子磕头。停，等一会儿啊，让我说句话。您老人家万福金安。你小子怎么来了？你也学会什么万福金安了？去，我最讨厌这一套。去，拜见师叔。都起来吧，老一套。乖徒弟啊，我最近啊练成了一门驯风的绝妙武功啊，看，你看啊，我传给你好不好？师父，弟子约好了和郭夫人在后山会合。郭夫人，郭夫人是谁啊？郭大侠的夫人，黄帮主。黄蓉，小黄蓉来了，那郭靖兄弟也来了吧？找他去。郭大侠没来，他还在襄阳。还在襄阳？小蜜蜂，走，还是去外面操练风阵好，外面宽敞些。小蜜蜂，跟我来。不哭啊，乖。龙儿，我将这孩子放到远处的石室中去，再关上两道室门，这样他哭得再大声，咱们都不会听到。今天是你云宫疗伤的最后一天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咱们绝对不能受到任何干扰。好，你去吧。山了，全真教已有准备，应该不会有事。李道长，古墓的入口在哪儿？古墓正门已被断龙石封死，就是大罗神仙也打不开，要想入内只有自这溪中潜水从暗道进去。我刚生完孩子，下水不便。若儿、文儿、福儿，只有你们跟随李道长进去找顾儿，只是你们。郭夫人，晚辈也跟李道长交过手，我能潜水。那太好了，现在一切就拜托你了。福儿，你们一定要听耶律大哥的话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李道长，你我有言在先，往日的恩怨暂且放一边，李道长在江湖上也是鼎鼎大名，不会言而无信吧？你不必给我戴高帽子。今天我李莫愁带路，是还你一个人情。今后两不相欠，等进了古墓，你们去找婴儿，
我却另有所求。大家相互都没有什么干系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他们不先向我出手，我不会伤他们的性命。那好，大家下水吧。跟紧我，万一迷路了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古墓石室很多，我们在这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慢慢找岩过。性命能不能出来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怎么办啊，现在我们被困在这儿了，怎么办？都怪你们两个，刚才没有看住他。你还好意思说我们？你自己在前面怎么没看住、啊、你说什么呀大武、哎、本来就是这样，不要放火了好不好？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我们只有同心协力才能从这里逃出去。好像有婴儿的啼哭声，一定是你妹妹。婴儿的啼哭声可以传到这里，说明这里一定有通气的地方。哎，我们会想办法出去啊！闪开！是因为小郭姑娘饿得哇哇大哭啊，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是啊，妹妹，妹妹你受苦了。不哭了。喂，别来无恙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要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？玉女心经是吧？我们在古墓中隐居，与世无争，你想要就拿去好了。拿来。急什么？玉女心经刻在另外一间石屋中，我待会儿就带你过去。原来如此，不必麻烦你了，我自己找便是了。
姐，助我打通关脉。哼，若非你赶来相助，龙二这两个大穴还不易打通呢。龙二，你怎么了？龙二，他那里有毒。龙二，拿解药来。没想到你们俩也有今天吧。帮你把五毒神将的毒气逼出来吧。魔仇果然来过，一会儿找到他，我一定要让他好好吃吃这毒针的苦头。龙儿，再有一顿饭的功夫，你体内的毒质就可以出尽了。不要说话，也不要运功，否则毒气回流，会前功尽弃的。
咱们命该如此，怨不得旁人。来，石室里，我们好不容易跑了出来，找到这里，我们以为石棺里是李莫愁，所以郭姑娘一时鲁莽失了手。什么叫我鲁莽？本来也是嘛。你说好端端的干嘛要跑到石棺里去嘛？郭姑娘，过儿啊，你服了这颗药，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？郭夫人就在外面，她身上一定有解药，我们出去找她吧。呸！我正在为爱妻运功疗伤，你们却胡乱闯进来，不知已经侵入爱妻的终身大穴。郭夫人怎么了？难道她能起死回生吗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娘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了？你无家可归，是我娘收留了你，给你吃，还给你穿，可是到头来，你反而忘恩负义，还抢我妹妹。郭夫人，你失手伤了人，该向人家道歉才是。果儿，我不喜欢他们在这里，让他们走吧。为了这小小的婴儿，你们便忍心害死我的爱妻？我便抢了这孩子，永远不还。果儿，我活不长了，你出去吧，不要待在古墓里了，好吗？罗儿，你怎么还这么说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生生死死，我们都要在一起。对不起，郭儿，我不说了，我再也不说了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郭襄，郭襄又被杨过抢走了。你说好不好？罗儿，
你是不是怕我在这里逼问，才会这么说的？我答应过你的，心里怎么想，就怎么说。是否留下了什么记号？娘！娘！娘！郭姑娘，我们还是在原地等吧。郭姑娘，让开！娘！郭姑娘，郭姑娘！郭姑娘，原来是你呀、啊。现在火烧得这么大，你可要小心一点哦。怎么会是你呢？我娘她人呢？不就在那儿吗？娘，别性急，你娘很快就来救你。娘，郭姑娘，郭姑娘害了我。又来害你，终于遭到如此报应。过儿，难道你不去救他吗？他把我们害成这样，我不找他算账，已经很对得起他的父母了。啊！若儿，是娘，是妹妹困在火里了。是啊，是娘，你不能去啊！不能去，他是娘。咱们不信，那是命苦。让别人都快快乐乐的，那不是也很好吗？是，人家命好，我们命苦。师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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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势太大了，看我，您不能去啊！救师娘呀！过儿，郭姑，还给你。怕是要烧上几天了，山上烧得干干净净，等到花草树木重新长出来，不知道又是什么样子。咱们俩新婚燕尔，蒙古兵放烟火祝贺，这满山的林木不就是千千万万对花烛吗？龙儿，你说你想去哪儿？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，我都听你的。果儿，你看，山上下雪了。我本就喜欢冰雪，你陪我上山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去那儿，要登上那么高的山顶，你怎么受得了？我的日子本来就不长了，受得了受不了又如何呢？好，我陪你去。
难处难以自制，只怕又要犯下大罪，求武士慈悲，将弟子双手割去了吧。此情一起，杀业既效，若要不过唯有行善。与其痛悔过去不应做之事，不如今后多做应做之举。师父，我生来就是恶人，上天不会容我悔过，我不做和尚了。罪过，罪过，我再说段佛经给你听。还听什么佛经？你骗了我几十年，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阿弥陀佛。你们看什么看？一不做二不休，老子要大开杀戒了！死人，你真的要沉沦于万劫不复之地吗？小心！你为什么不还手？我还手有什么用？我战胜你有什么用？你战胜我又有什么用？要战胜自己，克制自己。我要战胜自己，克制自己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弟子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陆帮主说，朱子柳前辈到绝情谷给杨大哥找解药，也不知道找到了没有。吃完快点赶路，也许我们还能赶到绝情谷，帮点小忙。就是不知道傻蛋跑哪儿去了，真让人担心。啊，师姐，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和表姐要去绝情谷，快走！师父约我在这见面，马上就来了。师父，您来了。师父，我知道您要来，所以特意备了一点饭菜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还不快追！弟子杨过，参见一灯大师。莫非认得我？大师内力佛法如此高深，放眼天下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。哦，这是弟子诗人龙氏。小夫人剧毒透入冲关了。哎呀。大师可能解救。老衲
若非受伤，便可用一阳指功夫为你驱毒。可惜现在，哦，好在小夫人内功所及颇厚啊。哦，哎，哎，老衲这里有药丸一颗，服后虽不可解毒，却可保得七日平安。然后咱们马上去找我的师弟，兴许他会有些办法。对呀，这位天竺神僧至多的本领出神入化，他一定会有办法解毒的。哦，你也知道他？弟子有缘，城门高僧为我寻找青花解药，弟子料想他现在定在绝情谷。哦，那好，现在赶去应该还来得及。啊，小夫人，你说是先有的蛋呢，还是先有的鸡呢？蛋破生鸡，鸡大生蛋，既有其生，必有其死。好，那你就赶快服下吧。大师掌力惊人，俗家可是姓裘，铁掌帮的帮主。如此说来，绝情谷的女谷主就是令妹了。不错，我那妹妹可好吗？她……啊，我那妹妹暴躁任性，若遭到什么孽报，也不足为奇呀。他只是手足有了些残疾。哎，这么多年，我该去看看他了。哎，好了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去吧。啊，听我说话，快给我杀了这两个小贱人，快！林伯愁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不想办法逃命，还要作恶杀人吗？你又在使什么诡计骗人？你身边的这些情花剧毒无比，一旦中毒无药可医，即便你杀了他们，你也一样逃不出这情花哦。如果你要肯放过陆姑娘、程姑娘，我们倒是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，饶你性命。笑话，我李莫愁向来不跟人谈条件，我要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人能阻拦，更何况今天还有这两个小贱人给我当垫脚石，我还怕我今天出不去吗？身上情花之毒未除，多一点少一点没什么不同。
右臂呢？你的右臂哪儿去了？你怎么叫他傻蛋呢？他可不傻。我以前这样叫，改不过口来。这位姐姐是？哦，她就是。这位，就是小龙女前辈吧？我早该想到的，傻。杨大哥，你伤口痊愈了吗？是被人斩断的，早就痊愈了。是谁砍断了你的手臂？一定使用了卑鄙奸计。你这般背后里骂人，难道就不叫卑鄙吗？我又没有骂你，我在说那个斩断杨大哥手臂的恶贼。杨大哥的手臂就是我斩断的。我爹我娘已经惩罚过我，我也受过了，可是你们两个竟然还在背后这般恶毒地骂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福儿，福儿，你又在惹事吧？唐道红尘笑笑寂寥，心太高到不了，明月照明月照路迢迢，人回老心不老，还不到还不到放不掉放不掉忘不江水流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铁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江湖笑，江湖笑，爱逍遥，爱逍遥，情或笑。照笑藏刀红尘笑笑寂寥，心太高到不了，明月照路迢迢，人回老心不老，爱不到爱不到放不掉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，看似花非花雾非雾，滔滔江水流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铁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江湖笑江湖笑爱笑遥，爱笑就来到仰天笑，仰天笑全忘了，全忘了，潇洒如风轻飘飘，江湖笑江湖笑爱逍遥，爱逍遥爱或恨都不要，仰天笑。